我的题目是要解那个高中数学的元方程式啊，就是标准式、一般式、判别式，然后直径式。那标准式可以看出它的圆心跟半径，这就是毕氏定理。可是学生还是不大会看，那想透过那个 Scratch 来给它做一个动画的刺激。然后因为我们圆心可以自己给，那就很方便，我不用自己设计。那我就设计那个资料圆心是 HK， 就是 X 轴的圆心、Y 轴的圆心还有半径。那我把它设成变数，然后是-10到10，那半径是2到19的平方数。那这样子 Scratch 就可以自动跑出来这个圆方程式。那我就测它说那个圆心的 X 坐标它打的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应该是-1，打-1。就哦，圆心答对了。好，这是另外一题。那你瞧，他打错，他不会看出是-6。他打6的话，答错了，再来一次。答错。哎，这是我的。谢谢。希望透过那个电脑动画，然后透过那个Scratch 的变数，那老师可以很容易设计他的题组。然后学生也可能很容易在那个电脑多媒体的刺激，然后完成他数学的基本知识。